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为你送来本期剧透。幸亏你还及时发现，要不然有可能就睡过去。多少人没睡觉？十点。一蒙烟味上不来劲儿，肯定不行，我可能要给他做血管切开。我是你妈，喊我。陈李济舒筋健腰丸，生机无限，待会儿见。陈李济舒筋健腰丸，生机无限，现在继续。本节目由陈李济舒筋健腰丸独家冠名播出。共享经济、区块链、人工智能，时代飞速发展，大量年轻人忘我投入工作，忙到不睡觉、不吃饭，身心都在重压之下死扛，直到突然进了医院。久坐是你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它会引起这种劳损。熬夜昨天晚上，我突然就感觉喘不上气来了。血压没有，全都没有，来的时候就没了。他这么年轻，刚发现的时候没有好好治，现在并发症全出来了。心脏出问题了，不要儿戏，不要不在乎。在医院努力奋斗的年轻医生们，看到这样的病人，不免心有戚戚焉。刚刚送进抢救室的病人叫王怀增，38岁。脖子有痰，痰挺多的，出不来。这三天意识有点不好。他父亲交代说是睡了有3天的时间，是患者睡觉的时候，当时是一个反锁的门，一直没有出来，家里人觉得也不太对劲。通过撬窗的方式进入房间，发现患者还是一个叫不醒的状态，同时呢，在床上是有一个大小便，一个失禁的状态。别睡觉了，来，别睡觉，耽误你话呢。睁眼睛了，别睡了，能睁眼睛吗？你是我谁吗？孩子，说话，知道吗？说话。来，听一听，行吗？来，家属给我签字了。这样，他说病呢，从你外院看啊，抽的血的二氧化碳的值太高了，那这是病重，啊，病人通知单，意思告诉他病非常不好，随时有这种生命的危险。他肺确实非常不好。写什么呢？写你名字。啊，其他有什么药过敏吗？没有什么。没有啊。他就是这次，您知道吗？他就是累的，他是连续10天没休息。多少天没睡觉？10天。10天没睡觉。嗯，干嘛呀？他做买卖了。啊？做买卖了。他白天就一转脸就走了，回来开车来回。我听到他父亲说10天没睡觉，这个确实比较震惊，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坚持说10天不去睡觉的，我最长的记录吧，连着应该是3天时间没怎么休息。最后一天夜班的时候，确实有点坚持不太住，10天不睡觉确实很难想象。老大，怎么？还疼啊？啊？哎，别睡了，说话，还困吗？这还疼吗？啊，小子，小子，别老睡，我是你朋友，喊我一声，喊我一声。王怀增，睁眼睛了，别睡了，
能睁眼睛吗？因为这患者是意识不好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反复判断他的这种意识状态啊，有没有是这种心跳、呼吸骤停这种程度，所以要不断的去拍打好的方面的发展来看有没有是能够醒过来。如果不好，就去深究原因，这到底是血气中二氧化碳高了，还是这头部的原因？意识不清的王怀增要接受一系列检查，好判断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急诊科的外科诊室，让这些年轻男子汉折腰的不是五斗米，而是结石，泌尿系结石，输尿管结石，在左侧有一个结石掉下来堵在输尿管里了。从医16年的赵鹏医生见识过各种各样疼得痛不欲生的年轻人。大部分的这个泌尿系结石的患者来的时候都是一个剧烈的腰腹痛，这个在医学上这个症状啊是叫肾绞痛。我们都体会过，比方说肠道的绞痛，就比方说吃凉的或者胃肠炎的时候，肾脏的绞痛可能比肠道绞痛还要厉害，疼痛确实很难忍。一般我们见过的在地上打滚的啊，然后甚至撞墙的什么的，就疼成什么样的都有。立刻马上让我别疼，太闹心，这太疼了，疼得闹心了。以前犯过是吧？是肾结石，一个位置，在咱医院看过吗？再打一针强效的，不行，我太闹心，疼得我都出汗了。止疼针副作用挺大的，如果打得太近不太好。不建议老打，就是压片子的东西。不建议老打，会产生替代性，没事你赶紧打吧，打两针就能算有的，不可能，疼得不行，受不了了，疼的。跟您一样，结石。跟您一样，他比你疼吗？快到疼了，早上喝了2瓶酒瓶的，一滴也没出来呢。你以前犯过吗？我结石基本上一年要掉一颗下来，多切线吗？多切线。犯好多次了。一般结石没有说发病的一个周期性，城市经常会遇到的呀，一般都是泌尿系的感染或者长期憋尿，说司机或者长期坐办公室开会，就跟像咱们的下水管道一样，为什么会有沉积物啊？大部分都是因为底下不通，或者上面有脏东西，可能才会出现。喝水少也会，如果上面冲刷不够的话，肯定也容易形成结晶啊、结石啊这些。我叫文哲辉，我是一名创业者，我现在从事的是一个跟无人智能零售相关的项目。我叫玉鑫，我的工作是服务器开发工程师，简单的说就是大家理解的意义上的 IT 男。可能我到现在觉得会有很多的时间不一定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在外面会见人啊，然后见客户啊，然后去到一些现场啊，对，然后可能喝水会比较少一点。久坐的话基本上在公司里都是坐着工作，只要上班工作他就是坐着，我们这个行业基本上现在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之前，我们都会去注意补水了。经过这一次之后，肯定得多喝水，多运动，没事跳一跳。泌尿系结石的这个急诊治疗方式的决定因素啊，一个是大小，一个是位置，更关键的是大小。5毫米以下的结石，大部分都可以自行排出，通过喝水、打解除痉挛的针、扩张一下输尿管，甚至跳啊，原地跳、爬楼跳都可以。如果5毫米以上呢，可能需要体外冲击波碎石。把石头打成小小小的碎渣，然后让那些碎渣可以顺利排出。预防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多喝水，其他的就没有什么第二条了，就是多喝水多排尿。在头、胸、CT、心脏彩超、血气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之后，王怀增的病情得到了确诊。这个病人一个显著的特征在我们的所有的病例和病程记录上没有描述。 BMI 有没有问过？ BMI 怎么算？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平方的一个差值，它肯定是大于25以上。
或者说我们叫从那个瘦到均衡到胖到超级胖，他应该是算超级胖那一类。像这个病人，他打呼噜吗？这是打了的，反正。啊，那就行。那么就有一个病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sleep apnea syndrome， 一个阻塞加上一个过多肥胖，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应该可以的。就是我们在正常的睡觉的时候，一口喘口气，可能一口气喘完了以后，到第二口气喘气的时候，可能中间停顿的时间啊，超过10秒钟以上。我们做一个打呼的就是，嘎嘎嘎嘎嘎嘎，啊，然后再喘口气。这个二氧化碳分压正常是低于45，那么对于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低吞气综合症的病人的话，它比正常值会高。准确的说，它不叫睡觉，它实际上是因为二氧化碳分压升高以后引起的意识障碍。如果不被发现，那么随着二氧化碳分压升高的越来越多，对呼吸抑制越来越厉害，他有可能就睡过去了。年轻人总以为补觉能够补回精力，从来没有人想过补觉会补进医院。家属，正好您来了，我想问您一下，这次他说有10天没有睡觉是为什么呀？他不做买卖了吗？做买卖也不至于你。他老打夜班，成一天就说一宿，白天呢睡个2-3小时，夜里就是白天下午就走了就。再大的生意可能没有马云做的生意大吧？对对对，也得要睡觉吧，钱也挣不完啊。那你这次回家怎么就他想起回家要睡觉了呢？扛不住了。倒不是，到春节了吧，28了嘛。啊，回家了。他说我太累了，太困了。我说你别干了。我说你干脆过年再说吧，先休息。我说这放假了也，这一觉就睡了这36个小时，怎么喊喊不醒。那个门别上睡，他说谁别打扰我，得休息2天。好，幸亏你还及时发现，要不然有可能就睡过去了。年轻人为了工作牺牲健康是绝对不值的。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你更好的生活。那我们只有有了强大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去很好的工作嘛。对于他这10天不睡觉去工作这种状态，从医学来讲呢，肯定是不推荐的，极力反对的。从个人来说呢，对年轻人啊去打拼啊，去为了家庭这种经济生活来奔波，也是能够理解的。所以你也是这样一个不顾健康的人是吗？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也是这种人。医生教育起病人总是头头是道，但其实处在高强度工作中的他们也是过劳的高危人群。急诊的一个特点，突发性，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多少病人。这急诊的医护人员不仅仅是带我们护士，到点吃不上饭，到点下不了班，那是比比皆是。还是能够尽大程度上去说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尽可能的做得健康一点。所以呢，我平时也是不抽烟，少喝酒，啊，尽量的时候有空了可以去运动运动，唯独做不到睡眠这一块啊，休息，生活就是生活中的紊乱。有人累，是因为想拼一把；有人累，是选择了一个本来就累的工作。还有人类，是明知自己身体有问题，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发疾病的诱因。喂，有一个急性喉炎呢，在我分诊台那里，出来看也需要79、80的样子。38岁的彭申飞和妻子共同经营一家箱包店，在一次生意应酬的酒局后，他发生了严重的呼吸障碍。我见到他的时候呢，能看到他有一个呼吸困难的表现，呼吸极度的用力，然后也能看到他的一个像肋骨上窝啊，
还有这个锁骨上窝呀，这些地方有，因为他极度的用力呼吸，有这个软组织的凹陷，所以呢，我就要考虑要不要给他做气管切开，来缓解他这个呼吸道梗阻的状况。气管切开这个操作呢，就是要在颈部纵着或者横着做一个切口，大概2到4厘米，然后切开皮肤，然后要把皮下组织分开，在气管上做一个 U 型的倒 U 型的切口，然后把这个套管放进去。家人都以为是急性咽喉炎，但病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简单。他稍稍稳定了之后，我就给他查了一个喉镜，发现他喉部呢没有这个急性的感染，也没有肿胀水肿这种，所以就更倾向于考虑他有可能是一个哮喘发作，或者说是气道痉挛引起的他这个呼吸困难。呼吸科二线值班医生赵子林赶到了抢救室参加会诊。最近有没有打牌或者是打麻将喝酒什么的？今天是第二天啊，不能一块吃饭，我不能蒙那烟味儿，不能蒙那烟味儿，一蒙烟味儿上不了气儿。让他家属去给他办入关的手续吧，办抢救的手续。问他和家属都说没有那个哮喘的病史，对，能完全排除掉吗？不能吧，不是这种情况。我给他甲醛给了80，地米给了20。我觉得他是不是好点了以后，最好再去查一个肺功能，查个气道，看看是不是有哮喘之类的。觉得现在稳定一点。应酬的酒局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本没有哮喘病的彭申飞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症状？别，尽量少说话，多休息啊，来过来。他就初九那天2个小时咳嗽，他就不止，然后就这样。那次接触那个烟雾了吗？就是有没有跟朋友在一块有人抽烟？刚才我跟呼吸科大夫那个交换了一下意见，就是他不能完全除外有哮喘。虽然说以前他没有哮喘病史，但是他刚来的时候主要是以吸气的困难为主。但是进抢救室以后呢，就是双向的，就是正常的呼吸，一个吸气一个呼气，他是吸气呼气都有，而且能听到肺部有哮鸣音的，所以不能完全除外哮喘。哮喘有时候我们也叫过敏性哮喘，它的发病机制和其他过敏疾病基本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是接触了过敏源之后引起气道痉挛，所以就表现为呼吸性的呼吸困难。第一次接触过敏源，再次接触同样的过敏源之后，就会诱发疾病的发作。从家出来的你都不行了，我是叫朗尼，然后120到咱们家楼下，知道吗？我也没意识了，我不记得了。你可不记得，脸都紫了，眼睛都不睁了。我自己呛了你都呛不住，我都坚决不能让你躺一躺，你就完了，你知道吗？吓死了，那俩孩子哇哇的哭。一点感冒也飙着。我要让你躺一就完了，我就不能让你躺一躺一就完了，使劲呛着你，我使劲光着你，拍你。咱查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你不能老这样，你这才几天都两次了，你再犯我都没法弄了。他已经曾经有过一次类似的
呼吸困难这个症状，但没有这一次那么严重，就说明他还是要以后还是要多加注意，以防止出现严重的意外。比如说过敏性休克，休克在很快几分钟内就可能血压就降到测不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对生命是构成很大的威胁的。两次疾病都是因为应酬时吸入了二手烟，可是对于生意人来说，应酬又是很难避免的事。他其实通过我跟他交谈，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在那个环境里，比如说都是烟雾的这个烟草味的这个环境里，他也不是特别喜欢，但是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你能理解他的一些没有办法，一些无奈，但是确实不赞同，不支持。你以后都不拍了微信，我都要拍了微信，你这以后取消一切应酬，谁叫他们去？我不吃不喝，真的，有点烟味，有点酒味，你哪吃饭没人不抽烟吗？上不来。喝点粥，然后不是。不用。不喝水，不喝水也不行。没事，我拍片了，我就拍片了。你回来大庙来了，我要不干，你跟人家说。拍我胸劲儿，在民生医院拍我胸劲儿，那上面有个小黑点儿，能没事。我说让你去打针去，你老是不去，非得等到这样。嗯，上车了，然后你还告诉我，你说没事，你说你别，上不来现在憋死了，知道吗？没事，也不用去。在奋斗的过程中，小小的不适常常让我们觉得没事，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进了医院也说没事，只有不会说话的身体用痛苦告诉你，你有事。早晨七点，彭申飞妻子离开医院赶去店里接货，而本来应该去做 CT 检查的彭申飞却离开了病床。这患者他当时跟我说要坚决出院，但是从我角度是诱导他这方面，就是别出院，先把问题解决的差不多再出院啊。但是患者还是要坚决离院。患者呢，就是说明体征也是相对平稳，生活能自理啊。这时候只能说签字，让他就是走了。表面的疾病症状刚恢复，深层的疾病原因还待查，彭申飞却潇洒离去，继续自己的奋斗生活。然后这种不遵守医嘱的这种年轻人呢，觉得还是应该还是就是我行我素啊，可能对生命对健康理解还没那么大，就很多就是需要来治疗了，但是他可能就会考虑到说，哎呀，我工作还没有完成呢，然后就会一拖再拖。在我们的脑海里有一个这印象，我们要尽可能避免这些高危因素的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去积累或积聚，所有这些高危的因素一定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突然的爆发。我们打个比喻，你按遵守交安法交通法不闯红灯，并不意味着每一次闯红灯都会出现交通意外事故，但是闯红灯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生交通意外情况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不闯红灯的人。经过三天的药物消炎与吸氧，王怀曾的意识终于恢复了。家人们轮流进来跟他说话。啊，还困吗？还困？脑子晕乎吗？说话，摇或者是点头，晕吗？不晕了，不晕好，不晕好，不晕咱就好，好得快了，知道吧？缓两天，缓两天啊。
说什么了？一辆车，这是王怀曾朴实的小目标。出院后，他又会回到苦苦奋斗的轨道上，但他在家里还要持续使用呼吸机，再也不能一次苦熬十天不睡了。奋斗永无止境，代价轻重不一。我们不能停止奋斗，因为这伟大的时代，谁也不想落后。我们也不能过度奋斗，因为再尖端的医学也有极限，生命不可能重来。我们只能在奋斗和休息中两相权衡，要少一点，知足一点，多爱自己和家人一点，在平衡的奋斗中实现自我价值。不求大富大贵，但求自在平安。咱家宝贝儿以后一定是个艺术家，学，哎呦，学块了。开始有点慢了啊！再来，再来，第三遍，再来。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母子平安。欢迎进入由陈李济舒筋健腰丸独家冠名播出的《科普医生说》。现实生活当中，有些人经常以熬夜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睡眠，那么经常反复的熬夜，会造成我们睡眠质量的下降，睡眠节律的紊乱，长此以往会出现睡眠的障碍。如果长时间连续的熬夜，通过短时间的第二天的补觉，很难弥补对睡眠的影响。工作和生活当中要求你必须要有熬夜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尽量控制在每个星期不要超过两天的熬夜的经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熬夜对你睡眠的影响。我们建议每天尽量规律的睡眠，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建立起自己正常的生物钟。深爱为我，也许孤独。